走进开心农场，各种蔬菜都有，但最常见的就是地瓜叶。甚至有网络文章说地瓜叶比人参营养，实际找民众投票，结果让人意外。它的叶绿素啊的成分啊，应该是比那个人参比较高。啊，我们这个随手可以取得啊，啊，人参咱都要用一大把钱来去买啊。地瓜叶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以前猪吃的很健康啊，啊，地瓜叶比较便宜啊，人参比较贵啊。有人说一斤地瓜叶可以抵十斤人参，你怎么看？也不能这样说啦，因为人参也有它的可贵的地方。小时候拿来喂猪的蔬菜，现在摇身一变成为蔬菜人气王。但地瓜叶真的能和人参相比吗？来看看两者营养成分比较。地瓜叶含膳食纤维、钾、钙、镁、贝塔、胡萝卜素等，而人参当中含有独特的人参皂苷、十六种氨基酸、多种维生素等营养成分。地瓜叶它是属于蔬菜类嘛，那我们人参的话，它就是在中药的药材类啊。人参有人参皂苷嘛，这是地瓜叶绝对是没有的东西。所以呀，我们是建议哈，这两个食物真的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比较啦。两种食物不同属性，营养成分也不同，没有比较利基点。而人参属于药用植物，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。营养师提醒，各种蔬菜均衡摄取才是维持健康的不二法门。大爱新闻赖佩萱、林欣彤台中报道。